会一下，他的你才不会，他的手前一开始的那个，对，你左手要伸直，但是我看起来很硬啊，你左手伸出去，另外你很美，美，左手要抓紧哦，耶，那你伸上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惊恐，很惊恐，好来，很惊恐，好来，右手抓，抓你的髋，抓你的腰间这里，腰腰，宝贝，腰腰间，腰间一下，抱歉，手抓紧哦。重心要在中间，对，屁股往右边走，左脚再往前滑，再滑，再滑，对，很好，有坐稳，好，好，右手抓右脚，左手都不能放哦，手都不能放，左手往前推直一点，对对对，伸，对，好，继续咯，右手抓你的腰间，腰间，对，然后腰间，对，然后头看肚子，仰卧起坐，刚刚曲一坐的胯腿，踢垫比较快的，腰的部分能跑走，一二三，快，走腰弯。老师很累，我快就很累。对，很好，很硬啊。冷静，抓左边，抓左边，再上去。不是，双手抓左边，你要站上去，拼命，你要先站上去。冷静，在左侧，你冷静。右手抓左边，左边。对。哦，很痛啊。没关系，你直接到这里没关系。如果宝贝没办法到分腿的人，你就直接戳下去，那你的右手都可以抓裙裙，他就直接要抓裙裙哦。好 ，OK 吗？所以右手，左手抓高，重心要在中间，重心要。啊你！你的生命就在你的腋下，你两边腋下都要有布，随便抓一个。手快点！好，我知道，我跟他下来，然后这脚前就是离开他。你的重心要抓好，你要在中间哦 ，Kimi。为什么？你的左腋下要有布，左腋下要有。我的右腿勒到我。我们要走了，你赶快抓好，你右手抓下来，右手抓下来，脚脚往前哦，脚脚往前哦，抓紧哦，抓紧哦，你快点。截肢，对，试试看，他是截肢，不是真的勒到你，天哪，你的你很像整个血液那样流通了，血液，你们站上去，你的左手一定要有力气，你才能够抓，你要把自己，你的力气是要能够这样子拎着你偷着的，你才能够拉出去，对，然后屁股坐在右边的屁股，对，后才往后拉开，左脚开始在滑，再往后，对，好，可以多的，好，右手抓右脚，右手，左手要抓紧哦，右腋下有。好，他的手前一开始的那个，对，你左手要伸直，但是我看起来很硬啊。你左手伸出去，另外你很美，对，左手抓紧哦，耶，那你伸上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惊恐，好来，很惊恐，好来，右手抓，抓你的髋，抓你腰间这里，腰腰，宝贝，腰腰间，腰间一下，抱歉，对对对，看肚子，看肚子哦，踢毽子，快速，外往内勾，快速。弯脚勾，对，好不好？弯下去，直，好，直哦，抓左边劈腿，抓左边，等一下，这样，对，劈腿，劈，对，劈，右髋盖下来，不对啊，右髋要盖，没有还不够，你要再踩，要再踩下来一点，这样，脚伸直，右脚伸直，把自己提高一点，右脚戳下去，戳下去，哦，坐下，不是不是坐下，站上去，右脚，对，站下去，是不是？上哦，是反的时候，对，对，对。右手真的很痛哎！我腋下一定要抱紧，然后右手抓右脚，对对对，然后脚脚要离开喽，哪一只脚？左脚，靠左手，哎呦，左边一伸，好打开，好，哎，这脚不能伸到伸，只是这脚子，好痛，抓高，我可以放弃吗？不行，你赶快抓高抓紧，没力了，好，没力，抓好，你要下来，你要伸女下巴，脚脚去前面，不要，对对对对，你不要伸女下巴，对对对，对，要解释一个。要赶快下，好，右脚先，好，到旁边坐，屁股坐，坐，脚脚伸直，坐坐，对对对，好，很好，很棒哎，好，坐好，右手抓右脚，多看几次还是有差，嗯，反正按这边驼背，对，然后好来喽，深一点，要不要？对，刚刚僵硬，好好好，可以，然后右手抓回来，抓在你的腰间。对，这里要起来一点点，然后这里又不能离开，要压好，然后往后倒，外拔外往内，外往踢毽子，对，好，手都把它拿高，快，很准，好，再站上去，对，站上去，站上去，对，怎么样的姿势？不会不会，不要走回头路，赶快站上去，赶快站上去，对对对，好，右脚要抽直哦，啊，先把这脚伸直踹下去，一二三，踹下去，对，对对，好，可以哦，等下左脚就直接离开它。对，左脚离开，对，伸直，
手抓回肚子，对，慢慢的，然后左手推出去，对对对，上直下弯，有没有？刚刚的仙女 pose， 腋下要有步哦，腋下要有步，对对对，慢慢滑下来，腿在这里，嘿，